是我们前期就是刚去武汉方舱医院工作的时候，然后给我们做的这个工作证，我们的那个在武汉的朋友们给我送的。2020年1月，新冠疫情爆发。1月23日，武汉封城，全国各地医疗力量紧急驰援武汉。巴哈古利是第二批新疆援鄂医疗队102名队员之一。推开门的那一刹那，我觉得心里就挺震撼的。大部分都是那种躺着的、半卧的那种，精神状态就很压抑。疫情来势汹汹，没有特效药物，无法判断病情发展。面对方舱内收治的患者，安慰的话语都显多余。然后我就说，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我们新疆舞，行不行？我们自己也没想到，自动的就排成了4、5、6，然后我在跳，然后有的在模仿，有的在拍摄，那个精神气儿气氛就好了。在武汉方舱，一个个白衣天使纷纷化作身穿防护服的舞蹈者，用爱抚慰着伤痛中武汉人民的心灵。